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要露营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是什么？因为要招生。不是要招生，是因为新冠肺炎不能开音乐会，所以你们今天要露营。大家说耶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嗯。这边还有摄影机，一机、两机，还有一机在这里，三台摄影机，一个麦克风，要准备录影喽。有麦克风，还有摄影师。